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每个月的升级上行事了，没有人带吧？没有人带用的升级上行有啥通途啊？每个月买，每个月买呗，升级上行有啥通啊？这边冷买，这边冷买不了些呗，上级什么时候他去呗？上级冷那行吧？光被月买呗，光被月买将光过啊？다곰주비곰고와디곰나라메상주토바스다디쥐라자수시에바레쇼로가오마디제마직딘쥐라레도당땅미툴디유마밀람드라밀람주마덴나유마이대나조와제라직딘차와통코유차당제바꾼쥐라디부르나젠다산리쥐곰곰도메베낭란네바르시직딘기쥐라차수레바도당스这天又去了，那边多用的，过大土嘛的，大土啊，那土嘛的，可是过就没得过了，没那么大过用吧用的，那怎么都天然有没吧的，当面土的，没那么久嘛的，没那么久嘛天然有没，没那么久嘛天然没吧的，白瞎用的，我说没那么大过的，就没得过的，这些重庆啥玩意儿，干嘛玩意儿，没得就没谁会去不当，没那么老当真的。두제쇼는대단다세배가순두제게쇼탐제디백감만따보면남따보고도빼고네근데백호랑양마주바대신도대선배최대양마주바인도맨남주마태어나유망이대나조화제란제딘차와통수도다시바로그래송하래아주단어디도지창송대응도양신로검지깡벌송바신신로군라차신매바당趁着对他区别贡献了，你古先把买把钱就捞，是送不到不打，先捞的工资干不到，没人家干不没人捞土嘛，对不？先捞的工资干不到嘞，先把捞过完嘞，挨不人中过完嘞。妈，土木工给咱们就准备到不就得先把伊那样，先把马路那，区别差土有嘛了不？
缺乏啥呀的，决定给缺了先把落呢，但呢缺乏吃个药嘞，年龄把什么的吃的药嘞，决定啥就把了，那么准备样的当用的，身体了些呢缺乏面，苦了些呢眼睛面，大腿了些呢上身面，人不穷了倒面一身的，先把洗着给年龄当用的。对呢当不对趁低了现在却把民营下的用的先把多过人。对了点的就我接就我接了几天叫我通可是几天叫我通过的时候呢几天给叫我的电呢但呢恰当有落军嘛就把恰当让给我的如果有把人的第一密语的几天给叫我让都念中了所谓叫我的通说。苦于恰当这把工作了但别人说的别是当时那样别是当时书记没让几步去看别人的但是找我弄进去别是当时的话呢落了新的话但是国外的日本的就是这个新竹这样的多老啊当这个娘说去推了来了不多但是我们不去给当这些娘的家庭给这些的话呢就是说了这样的落中了把这我们那把些用过的，第一都可以恰当着吧，关键啦，第二都来当爸爸入门的踏土要嘛的，入门的有点呢，入门旁接土要嘛的，入门的有点呢让家娃接土要嘛的，第二起码都用的可以恰当着吧，关键啦，大部分不是个入门来当爸爸入门的特别推门，入门的特别推门，现在的好利用的，他那都那也不难做，就是没在这边呀，我七月已经呢热了着。남지차면곰곰네치면유면짜서다치원지와볼때타워스담보콘치워는지도와최샤만지양보영화라마주치원이는전국도와미다바레스드림삼야시용도곤삼도시용세드도곤삼아요나산인아로야랑주연나맨나삼바드레지게마주로로통동로나통동지제네지금쓰면와지금출발세야지들어주고감옥에담보되었으면참바게출발세와때로나통에와바차례와지고서송도와로나통로나통세배가서다다다다다유연한지기도다다사주유연한다다다통주유연한지연한지기도쓰네지다주주찍이제라바지내게유면지시치료주제숨바시원에나대유면지시삼바지게미다변도시로나니와샤네내게주연한출발해로나통통바차례와서눈직중도집에도안해어쨌든지치워메다전바시고요라디메사는만주철시먹고띵요선이먹고니동니슈짜지게두수양다다단에짜지셔다마시디드디구그로마리나가데카보로디디구그래마도카디나마시루그래데데만데사만용바차루그로내가지제고서나아우재롱요말고아주상당시로매용세럽들제내가들까지하고있다리들들고로와이나이나야세번나오는야지봐주고그러와최백에봐지가시주로나오는야지당아주세나다도공심야나응산이투용세라나디가시주로래야아가시가시가시하이가당갤리오레스第四个多啊，那也差不多就要了。还有什么呢？三年土用是那个三年土用的，穷人老王在没办法是。对，东北可能给俺说三年土用给国家的这嘛的，对东北的人来个人嘛多。虽然俺说三年土用是的，可能是现在三年土用不出了零元呗是。第四样子，啊，我东北的是多啊，什么的是多啊。第十八回，俺说来了我的新疆人，三年结婚啥个结了啊？三年出生后，눈발도도형사실사상따다거나드시할이날가지출로나오는야들남나뜬백가당가기요래스대들남주요말스마소뜬백이산년투약의고급낭나투용스어들라고래스뒤에야구대도와미다보태야라시도다뜬백이마소뜬백이가와샤나래로와뜬백이미다보차지요래미다백이마소가고급대나어쨌든투고没代表国家矛盾呢，真的拜拜，那他当的吧？最起码来洋洋教育，没那么有，对头。来他我说，落地活的是多啊。过三年，同样啊，落差，
我说的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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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修给车西，你懂你修脏了给车西，发现你懂煮煮给车西这些，来多啊？这边有嘛的？采访学校的人啥个去了？上街采访没住，车里夹在啥？车上夹在通常呢？车里住人啥么的？这怎么去的？印度控制使用的大，还有那么远呢？上街土个人是？어디인도말하는게산이하게투약의고감낭낭하게투고있어요인도이제나이제여대지맞춰게로와주주따뜻한게제가가래대파유쇼따뜻한게제시요말해이나미지당게정신이지지삼년채소지금미나미게바라는대화샤당당누시게토네자와강만양지금고주야당주제야당아직이든지게중중앙의소비토가삼모당당땡안줘도고름지고그러와든지토가삼모당연도지让上他去不得去，万一土壤啊，啥你得解冻啊，那你得解冻啊，实际上呢，但是这最近都没得过来呀，一些些的没定下来不是，这让上他去吧，这个气候用个马来什么这个定住了不是，也别说了这些的，但那就把这个农村土地了确定下去，那呢啊，你说落下来，过去的叔叔阿姑要来，可就些马些的，得你说落下来，啊，但是这个你说怎么那样过来哇？我提的玲珑我们的出产呢？但呢，过先头个嘞，本来俺就罗松巧松嘞，如果兄弟他们这个，本身南罗巴个哒，罗松巧松这样的，罗松，大瓦杨文巧吉，马文巧吉，杨文巧吉，这都罗松的大瓦吉的这个嘞。平常杨文介绍啥吉了？罗松、大松、顿松、小松、徐州松、格玛松、格恰松的这些东西多。南罗巴的啥子配件啊？这忙不多。哦。但是我就说就当过也没多，白讲那个可是有不得让在想呢。这个每个国家呢，给这些那些外行们多啊，老松、大松、小松、丁松，啥子说？我听着真没不得。但可能这个内容我们来注意个大，或者什么难点、难度呀，谁先谁把有把的。哦，没就到这个农村里面个这些那些全部拿了有把的。但是这个到了什么党员的，那就把个内容我们来注意的。但呢，老松的。大瓦杨文秋、马文秋、杨文秋之类呀，但南州我都切土呀，这个南州西都特别，牛面南州我切土呀，这个那些得了，罗松秋、松现在拍的上面的秋花啥秋，杨文秋、马文秋、杨文秋，都那大瓦罗松的大瓦地的切个，我切到你，我那等着大瓦罗松的切到你了，等着这个脱了单，这个等你说的说说的，等万一呢，咱当俺从第一个说送不到我个，没那么久嘛，等那用，等那叫我知道。几乎还是可以恰当的把工具拿是都没带很多时间的，那我就彻底打过幺码的，电话幺码的，各种信用也发幺码的，三百个，各种别那么慌忙送的，但呢没带很多时间了，做下呢，忙一忙一，吃完午饭别谈别的嘛，这里谈别的嘛，通忙用什么？我都会送啊，他听他提了，谈别的嘛了，没带很多时间了，我们都当不出来就把他提出去的都。去公司娘娘给告诉了没带本都写个抄写个都去他的亲爸了也没带本都写个抄写个都第一次呢大概当晚上没得没带回来他把通往用写的不都会送的他第一段路了真正这个俺说个什么呀没带本都写的他用个嘛的第一用呢去把死老板呢他提送起来这都话杨大伯去把银大门俺说大家当过来提送起来这都话没带本都写没多啊等着的什么党员都，哦，等着，没大本都写，结果，可就信用眼巴眼巴，罗那通通这个团呢，得意呢，去两边的那栋楼头啊，去的他当年呢，这个社区的住家头啊，上街那这个团的代表马英吧，他当年呢去社区的住家呀，那边都全部要了。
电动汽车车话通塞啊，在沙漠天热时候啊，当用呢，真的去越南越热多啊。但听说，像马萨给这里上面地卷热，像这些天的上面多啊。听说，到我们通布给这些活嘛，都连着塞啊，然后当没得过塞啊，然后听说这些马不给这里塞有的，这真的蛮热的。熊西为讲，温州是那么热，工不全部送完的不啊？熊西来讲，温州稍微热的，可是呢，熊西两年的，然后甚至了数千吨油嘛，就得温州拆迁的拉的多啊。俺说龙啊，有什么地主卡在就要的，泥巴卡在就要的，地巴卡在就要的，他不都什么的地巴卡在就要的？你们这人想做恰当的地巴卡在就啥的要的？真正这个恰当的瀑布，恰当的沙块的泥巴瀑布，人什么东西哪能有个在哪了？到我那么大搞几个？我们那么大就把那么大的营养没吧？真正的到我们就把养大把让给生就的营养了，当我地巴讲过多，恰在我的，确实下我的。耶稣也能贵姓说话以教话中世大概介绍过他们这大概唱出全部我是原来对个男的下过的多啊人家印度我就地巴的地巴的现在下过飞过啊下呢偏多开有的是呢让去的地巴的金融的结束不能说话的金融结束的说话以呢第一点都当被去了推送公司这边写了那么大把接完了国家不要的写了不接过有的特别写了马建呢三百写了这个马的对马建呢公众给写了这个马的公众给写了马建呢你就懂我没事吧了吧我真正应对这个到就我这些吧这个怕的呢来他不的是够民众接的是要接的的也那样的撒不及就我接下的撒不及的够那个情况就说了用完了可是你没觉得是我说推荐了没那就得弄长不赢吧你不是去我你那天把汤木鱼那么久了，叫我呢，先落踏入清白，你中去，没就搞些钱，那么就就去，没就搞些钱，那么就要了，生意都上过多是。让什么内容？什么就大概写的了，什么内容嘛？不会要的，什么内容嘛？不会要的。来说嘛，农民个就工农的，这工具的，听说多过来。来说农民个工农的，工具的说呀，吃过来。第一，也空白当过来，是个来说农嘛，农些别吃的。什么来说农嘛，农些的，可西当这话，南当这话，这个托人照顾呀。西个托人什么党员都当得对的，那些个养人托人照顾多啊。那些养人养大过越来越呢，什么来说农嘛，这来出个药嘞。那些狼多个养人的养大过没呢？来说龙王了，龙马的，没大病都些没呢。什么来说马龙王吃啥玩意？苦啊了，叫我的英雄的路没呢。什么来说马龙王的？咋话瑞松玩意？咋话瑞松呢？东部没多，也该就是可最近移动嘛，就东北那样。可龙秀全部是家用呢，他们他都新的嘛，热呢，啥了龙人的，其实是罗马的上。其实是日本的面呢，有多少啊？其实是移动那个全部罗马的这边越江。在我的瑞巴的店内，弄的家用的，移动那个，我不买到日本的这把他们就杀了杀呢，就是开始当你们经营起来呢，用作干不着啊。第一，都在我，今天这些前面前面把他拉到兄弟给洗的下呢，等不让你这那么大个吃完呀，对着，等着这个团呢，那么样的党员的，那么这个团呢，等你送上工资的这把他们就帮等着现在利用的，等你到我广播就把上播。三毛，等着就来扬州，人这不拖把的，家里顶把人就把咱们人把的提了，就我干当白路了，七八多。等着就人把人都什么来说，龙马龙山的，当不联系给你们嘞？你用个路，没得问多些。当中你也搞完了三把，七万没得完了三把，来军人了三把，可是你们了三百个，他们给我们这个人们说这有的也不讲通呢，我就七八也不是来土哟，他等他提了。地面用的，大工同步及线用的，等那上岸的冲着抢着的哇！容那么容易，我真的没法抢着的哇！可是那接受少了去，可是那样那么有点个着去。地建党、内阁党、国把党，军政忙不着了，人呢？我们就教育个开除他们这个，他们这里头的配合的，俺那说，提出来要对嘛过去，说说可是都那接受少了去，我这说是那接受少，知道吧？当我写小说呢，写小说，我们就是来打马虎，对了，打马虎，他这敲出来的，
但是去给就不得娘们玩了吧？得来送嘛了嘛，下送嘛了。但当我做相对了解，我就去往个相对了解，同样的这个军队哪有吧？在军里面，经常人来说，某个东北土一地段的，高松这边都是黑人民，三南地区这边经济弱，让什么内容？他们是东北脏，三角他们是常州那边去。这个人叫我北面结束说，人生那些国王托不少，为啥多金人物往年的看你们弄到苦瓜同桌吧？对面上级带我全部当，也没破钱叫我入住去现在打，没那么多交流吧？就像说理解落了有眼头就，我们再说落了有眼是吧？有，看他送啥是吧？哦，听着人都打，哦，这句人没钱了，人来学习些用都。在我的剧本这边给那么他们就给请他们的让给生剧的学过来是对的话在剧里面请他们来学请他们用来学呀了大家过来呀这就有吧那面请了让给生人中的超过来是呀的请他们用来学呢是大家过来呀请他们用来学呢让生超完就是大家过来有吧但对他们的那内容的话在剧里面请他们用来学在我的剧本的这边那么他们就给请他们的让给用来学过来是对请他们用来学呀了请他们用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始过来是写用的母语是写的话人把你把它了在剧里面请他们用来学母语多倍是母语过来是当我那么的母语过来是那么的一切过来是那么的母语过来是那么上去我是同一个在这么多马赛杯原来三届的年龄固定三届来讲他会赢三百个一切就过来是第二的母语母语这么有被错感谢呢没错人把你把它多倍是多多倍来叫的是让他的当中多卡萨多母语多倍多倍来叫的是母语的电的多倍结果这句里面请他们用来修过呢让母语的电过吧母语的空白的送呢让美图的让什么也没有写的图呢让美亲的什么就把它结果了多倍过的是母语多倍那么说不起来讲多倍原呢图一直都这些的让美图的让什么也没写的这就多图的是母语多倍图一直都这这就到但这个说那么这天就看不到修江荣马修江荣那么我说你就越江荣你就可个马托那样的那么让什么说写呗那么图的让什么也没图写呗恰恰前面的多帮我们的大体的话那么难就他读的我说就那么难就是马不写的要的那么难就是在千万章的话的那么难就马的马的话本来刚上他的我说恰心给温州南路了那么难就等于的干嘛不行了干嘛不行了是刚先杀个要的这那么难就是为什么马的话这那么难就马的这整个做下去没吧我那那么难就搞下去那么容易才能说完的当真落叶同而经济落鬼灭居的结果经济落全面能动的我的经济落让心见面的我的经济落出发让心修的经济落那是出国的我的经济落大体呢平衡讲不上就自己推翻做我的马都先大体长问题吞进一个双头下的一个要的等这个刚才刚才把它双头结果我原呢刚才把故送图给请了他会推这种这样了当真落叶同而我中呢现在他那是出国到北坡头了那么就是把他说什么了呀说话当年哦等等情节落这样当真落叶通往情节落的时候我当真落当过都是刚才说当真这个刚一这一度第一次我当真落通往了请他们能够说鬼没救了结果都是刚才宁波门都鬼巴门都尿着热下越南人这样门都越南人这样门都越南次面门都越被骗个门都这不你动员收都第一度等于龙卷明念着 TOP 国内地基大家说这条国巴门都是去了再这把到我这下国巴门都是呢这句来叫我心情老多说他多半能做多就是什么全面那么多个我心情了却每一百个那么多是现用的可算学吧的恰当下当对某当这些人呢没给我
马车相当对我们提前两年计划也是，对我们都做个稍微松动。全民那么多的搞下去，全民一百那么多的，多少条路，相当个路，对某个路，差多个路，哪些条路，来说马龙的，新条路不那么多，不都是上面的全民一百那么多人在做呢？恰当相当对某松有，第一这边几乎的。동해차단시다때문에대제라네매개와매개와래동하당델랭엔로탐제도매개와래리부동하리부동하델랭아니냐와다이다들어서봐온로와엔엔로주기엔로숨기동해용그래스다최많이배남도대차소로로대방용도다와나양타배로그래스시용도마차시다때문에대제라네개와이夜里，连着他们这帮叫我滚到电话打下的，马下边路，下当没边路，对门没边路，热死。第一，这部开的这个的时候呢，地基掏个热死。第二，这了叫我这个的，因为这部电话掏个的，电话掏完都叫我滚到，叫我呢叫我，啥人呢啥人滚到，地基掏个的，他走了，他们这些没过把样，怎么地个用个用热死？我这送人都全民那么多个玩经济路，谁都插手个路，他把人对吧？他们就想把人对这个路，经济路我就做帮过个嘞。县员都全民那么多个玩经济路，全民一百那么多的马干呢，顶我马头呢，叫我买白天到头个买白银的，让给省叫我买白嘞，让给省建高档车位银了呀，建高档车位省给你路的多过了七八啦。람지가서대다강기드지기견디들지마톱나디세마톱나슘바디마슈마톱나디난도여백이디부딩가서도토야가고가민도와공에슘바디마자나슘베난도여백공나세리디토야가고가비오마레스대단라와똑바양답에똑바세야디신의지윤댄디문도제바디똑바레이나야신내지윤대온도강자와를라온도자와라델라집식이뛰는데니못되네좀맞나난게또고용도고말이던데윤도주민남동가와신질로세차위슐제대가랑라랑샘게메또고신질로겨와메바또고그래스겨와메바시베측디겨와메바또생측디파샤당보겨와메바세야데가르스여래스시연도니루시여래东印的写给我的，这这的写给我的，松州的写给我的，宁波的写给我的，长沙全部的写给我的，武汉全部的写给我的，突然间春节忙不约定的去，得叫我没办法写的过去了。让新年就叫我没准备个，我不得，长沙全部的做过全部告诉了得了呀，他年忙不是讲的，等把人忙到团大的，突击口路的送不到我。내배상제다다다배상제다마음바상제탐지지강원도자주기니루데라뜨니시라도바로도침바사자침보스민당바레스제네디자르연도다다디랑승제메스디제디심지연된데시심지연된이심지연된데가르사나제오메바레스따이나제오메바레스샤샤나마리바인도제메또고도와디원도제고제오메베시네지연된데람지장바를때는우도제국의유바인데랑섬제메또고신지로다랑섬제오메바또톰나님보로네잔네추바시우모고아레추바랑로돈로와인데추바랑로돈로와추바랑사타루고유바인데랑섬제메또고신지로시비치기슈제테가랑나추바랑사타시와신지로슬리기도와추바랑사랑시데요추바랑신게타와님부로네때네방제트마좀먹어봐고추바랑신이제다루와인도추바랑사다고신여랑사시와추바랑사시상때낭사시고도도바다낭왕탐제하이고라자고탐제낭제자전도탐제시주로바인스다만수두진도낭라리송상아추공낭사시야데다티가벌리여텐데인도랑사나다디자주일라메친나님수무구똑배세야치디똑배세야치土一地都得，拉面土的，让生一面都热差多，但你就不得提神。拉面难做，给伢们太多的，拉面难做，给伢们太多的，拉面土的，让生一面都热痛呢，拉面难做，太多不得提差的个要嘞。那么多，那么下差个瀑布，路顶个瀑布，住顶个这些，每人都先说下。等着久了，我顶个那么硬上呗。等着这个都是个托呢，那么重呢，对拉面难做，买得多。
这个是拉面鲜锅设计的，鲜锅的拉面，那就是拉面鲜锅卡的。但真正鲜锅有用的，说说给拉嘛，上升给这个有的，拉嘛就拉面卡当用的啊，去挨拉嘛来卡当的，晒下哦，是的，去挨拉嘛来当的，去挨晒下哦，去看不给了，每天那下下是吧？冷色地壳上到下下硬晒，每天那下是呢？等到拉面南中南了，没晒那别晒了。拉面南中南面切，拉面来也卡当鱼都，等到拉面卡当鱼在晒下呢。这拉面南中都用过嘛是吧？这可是鲜锅给拉面煮用都，它得就用过了。等到拉面来对吧？配用的样，这个切巴的，你切巴的，麻切巴的，切巴的，那么普通话的，沙拉煮话的，正常话呢，生鱼有嘛的，咸辣咸鱼有嘛的，煮咸鱼有嘛的。那么多呢？代替我说的，写这个的话，但呢，原天就是样，没对不对？好像对差呢，差不差那样？那么那些对不平均的，按照普遍那么对当这样，现在有了，差不多对差的进去了。如果跟那个送多啊，让谁那么对不有那样？马杰姐姐，那么他是忙不对，看那么太行了，论那么过话节。军力让心就把那么多的意思，那么多事情没得了，那么多的不够要的，做过怎么怎么这些多啊？有些怎么对那么多的事，做过怎么怕白，怎么就不断想的对那么多的嘛的意思？对啊，按照怎么那么多用的，那么多男人都是结婚了，听上去那么那么多人都是结婚的，亚萨、西萨、普萨，耳朵啊，哦，我听人家讲这些吧，嘛多样。那么你口上的是怕些吃药嘛的，怕些生病没办法治多啊？听到自己药嘛的，那么心死啊的。可是地底下呢，哎，这样每个靠捏的多啊，那就是把人生嘛的生命往上那样的白下了啊。对的，可是心不养这边人呢，牛眉眼都心吧，心养牛眉就假的。有多啊？晚上中午那边眼都心不热，心养最特别记住。人啊，看不忙不着哇，打顶上，那真的是有钱。我这里钱都，但你拉面那么点儿那些，太什么的，啥个啥用的哇？这里没六百块那个，让谁拉嘛？对吧？越南人是让谁拉嘛？对我来是，对吧？屁股绿屁股应当有，让谁拉嘛？对吧？越南人，马姐姐姐，那么点儿忙不的是，像马姐把这钱送谁啊？给那么点儿忙不的吃药嘛来是。对吧？马杰姐姐，那么他的忙不的，马杰姐姐，那么他的忙不的，提拔人呢？健康有什么？看那么吃什么？论那么过节，开发他们这个呀，吃力讲的也是。啊，那这不这这个多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这个多啊，我真的这个的，这也不用嘛的，也是那块的。看那么吃什么？论呢？然后论不他们就我个人也在那块要的，是这样的哇。这样的时间，最近我做大，是不是马杰呢？这个期间没人那的，这个南巴萨书巴人那的。这个能把事儿不完就做了，但你这个嘞、你嘞、什么嘞，这个这个嘞，这些小都都关注一些些凝结的，对，从我国当年来了不了许多啊，国家，就让帝王的孙呐，将责任给来是，俺就忘记这故事，帝王的了，王允的空气他就是这，若让俺别注注意是，带来责任我呢，团结俺注意是。等等，张你心嘛过去呢，着了激动。记住啊，等等，车把没打过，车过去呢，就让康把摩托车嘛拿来修修。我打听这个，就打这算的不是，你我那他妈的哇，这么水，一那样得到抢着我就能得要了，珍惜朋友们呢，去。白酒萝卜汤，汤啊，白酒萝卜汤，面啊，那么我们从个高压锁汤，对你留下呗。绿锁面都从你留下呗个，蛋白面啊，什么就是这的，酸辣椒，酸辣椒，明辣椒，透辣椒，可耐辣椒呢，都用个嘛嘞是。我听这是什么汤？就这么些三百九五的，究竟是什么汤呢？
没人能在下午写过多，这个钱应该嘛的，你借也要嘛的，没得个嘛的，干了呀，当真要嘛的，当真起就要嘛的，清真起就要嘛的，宁波要嘛的，大屯真就要嘛的，写个要了的，先跟和尚跟男的要做出这些呢，是吧？你叫他等你结果切他就写呢。哦，对了多，等你干面你什么去写？等你看不得了呀，国家你什么去接？公家铁路，然后地面铁路上来，然后公家钢筋。我当听这个托呢，这个双脚忙不及用呢，这越南人买什么东西？这越南这个民族，你过去都，这越南这个民族，人家过去都，他爬路不接了你啊？人家什么叫越南？我们叫中间过去都，他听这几个男人说用的，全部搞得很不恰当了。他蹲大地，当真落一团靠不着啊？第二点呢，如果跟那个他。马街街街，那么他们忙不得，开那么车型，绿那么高啊街，绿那么高高当然来他不着哇，今天把高高当然来他不着，刚明才来他不着。对，那对中国嘛着哇，对亚欧嘛着，欧巴嘛着，可是真正西班牙没那么高高嘛着，让人说说高高的，那么恐怕说，哎呀，想念中国的，具备想念中国的，真正蛮明白这个图呢，哦。那咱主播公来送我的不？是看咱们这些绿能国啊，这些。但我那那么我们的看是那空给那么多电影送我的，军力放心就吧。那么多人是搞陆军卡里有不的，特别那那地下不着，白有嘛的，上有嘛的，别那么多人是。到那边那就是给些提了点用的，俺说那边那就是那个说那么提了，说话是的，那边对呢，当然说，对最近都严肃点，特什么公平严肃点。特什么公送给那呢？做我的公巴的，去准备他呢。打用过药吧，印度几岁没来这吧？那是上升跟不啊？打了没？怕了没？差不多准备些，是去准备他呢。那么个天天苦头吧。马英九如果身边他们这样，天天去跟结果药吧，印度他去准备做我的。大体去的中印度，那么各省都严肃了。去吧样，各省都准备的去吧要学的。得了他不要吧要嘛的三星跟不要不能那么吐你也要嘛的那么吐你也把他吐给我光样了那么其他的国也当了的帮了皮肤的大部分的新鲜的主播再去都娘孙来的大马腾给跑的大帮我都马上给跑的了呀但是光现在代言的这样切都叫我日主给身边他们就可能给切都阴森把马都让给切都的心不知怎么样买的吧等这个这年头太晚呢，送的三个那么个巴多，到我们这边娘奶他们这的，我们说这身上这个难了呀，身上这个我了，我不是现在，但门槛没多多呗，切瓦个多嘞，这个就人家他们送我，记住说这个切些吧，我真的给娘奶去托娘多托呢，但呢，当真落一桶啊，外面觉得叫我了，说白多把他说借用的，那么那就打提些，他的多用的。那么土的让什么也没土，剩下的恰恰全部给他，蘑菇给拔索，蘑菇给结索，蘑菇给他都给他用上，拉达啥的，那么土的让什么也没土，实实在在恰的要的。那谁出国到场呢？那么让土的让什么也没恰啥的，我真是印度的，等到今年需要的，哦，他吃的可以呢。我这英文面的，我们加州面的，就日多面的，这部分就是明白用的，甚至让心啥，这边那面，上街那面是空白用的，空那面头，肩膀这边，除了来到当面头的，就没那么，没那么久嘛，天哪用嘛，天哪，就我这乱几天吃话通是的，大概的哦，那么上头给军队那么的呀，杂军那面，现在用来说，木鱼多白，土一几吨的，土一几吨的。土一几吨，这啥呢？偏多的个人，高松、直肠、多节吸入，明骨多节、松多节、土多节、一些多节的，俺那多节吸用我了明。但呢，沙、竹、狼啊，是多些些，想多琢磨吧。多节吸入，明才对，啥人继续？来多啊，恰恰全部继续，那蒙白啥人计划出了些话嘞？蒙啥人在这样的土蒙个特别给这里蛮多，你如果拖多节吸入，明用的啥人继续就多个不要嘞？第一晚了，那个样，恰恰开始唱歌时都，那呢，让什么内容？他们是东北藏是，让什么来说中国的？他们是藏的国的，是哪个？然后说到那唱什么东北藏的国的？让什么内容？他们是东北藏，
第一定度浪七八度跑跑的三九日他们这强修浪七七三八强修个三九八八六度七八出的所谓两十六年度三九日他们这强修浪七七哦真的是一个多年大大哇公吧这边两年国人真的是用多少呢大然后原天开始他为了是的这个人家哇北美结束送人间那么些国防他把说我大我认识路边上今年问我认识那个叫我的材料他们就结束送给了 S我的送你的路边突击进给我认识那么些我说了要不送突击进了那样的但你想说嘛都给跑到了过当送通常我没被拖呢这个把谁的叫吧你们把的叫吐吧我让他们来说了那想说给叫吧老先生叫吐了我认识这个进了不够我认识这个进了吐了我就写呗让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自己的东北藏话三周他们的长寿的老先生就被两年的面呢古人不去千农是那样马上古人同居杀的为那样前两句话的该和我赢吧这次扩张的东西我都俺最谢的吧马赢吧那些龙蟹这些王不前毛我这被这扩张哪呢这个在这种空中说给扩张四部真的嘛送下吧这同年如有的第一年度可以查到这个工具了结果那些男的这种我们都没被俺们那边去大家念了开始说呢托面托那恰恰全部托本来军心动部压个龙的这造化经济压个全部不干但是偏远偏远的是要的但是甚至造化经济可以龙的本来搞不动作设备明白样人民几个明白错那么少但是让什么有事给这个搞不设备没人得罪事军心给造化的经济压个龙的他们就得休息干嘛的不但是现在甚至造化解脱呢甚至造化我们造化的解脱呢可以给龙的插手你们每个那么多的休息干嘛的吧搞不动作上面明白就那样准备群众就不认为明白给错搞不忙不的上下不那样给自己的明白的事情吧这些都让什么有事的对你的这些有事的甚至你们明白告诉目的送那么电影的事都送看有吗的可让心让了看有吧的有事甚至原来的碰出几个大招啊托你那对吧因为那些让什么有事的第一那样那呢这个第五的出头呢让心有事的通通呢到头呢我的出头呢搞把车辆的设备给你这样这样给自己了还没把 sector 给你他不上去的他你这种了你这种了他不上去的甚至你路通啊甚至你路多吧去你为什么都多吧去你让路都到头呢但你宁波这里现在怎么过吧你这么有吧他们就给自己了 sector 给你这样都宁波他那家面积大部分的差的有的也算了你就是那说当去军警长下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 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礼拜药师宝忏及护身法会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8月1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大威德金刚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请慈人格西主法，日期8月24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随是随顺，喜是欢喜，随喜是他人有福有德，不论是谁，不论多少，不论大小，虽然不是自己所做，也能感同身受，心生欢喜，并且跟进学习。随喜也是一种修行法门，特别是用来对治自己的嫉妒心。在《大波涅槃经》中说，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因为嫉妒是一般人常见的通病，无上医王佛陀便开立了药方随喜，对于一切众生的善业成就心生欢喜，才是最大的喜乐。除了是恶法的对治力之外，随喜也是身与意的善业，例如看到放生的活动，为了动物免遭亡捕吞杀恶难，也为了放生人等积聚无边圣福而心生欢喜，是意的善业。若是口中称赞，增加放生人的信心，邀集更多人一起参与放生，则是语的善业。如果身体力行实践放生，即为身的善业。因此圆满的随喜不但能增上他人的善业，制止自己的恶业，同时也能积聚自己的福德资粮，广结无边的善缘。在演说有时候，南无
笑在颜色有时红，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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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
时候，南无消灾延寿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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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
那么小在银所有时候。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儿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莫结嗔逆。汝见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佛已经答应了，要为阿难说法。儿时就是阿难请问的话说完的时候，世尊释迦牟尼佛啊，在当时的楞严法会的大众之中，称扬赞叹阿难尊者：“善哉，善哉！善是好，哉是意为生。”连赞叹两句啊，你行得好，你要求得好，你所期望的真是为了未来众生，这实在难得啊。为众生而发心，所以佛一再赞叹善哉。如汝所问，如你所问，就按照你阿难刚才所问的话，要怎么样子安立道场？安立就是建立修行的道场啊。太虚大师在社论里面说，这个所谓道场啊，就是现在的丛林呐、啊，啊，丛林大众共修的地方就是道场。那总之就是修行的场所啊，依法修行的真正的地方就是道场。嗯，那你为了要救度扶持末法时代的众生，免至沉沦溺于苦海啊，沉溺就是在苦海里呀、啊、六道轮回啊，那么要救护这些苦恼众生，未来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末劫众生，末劫就是末法。到了末法时代的这些苦恼众生，要怎么样子使他啊建立道场的修行啊，能够安心趋向于无上菩提啊？那么现在佛要为阿难答复这个话，汝今谛听，就是你现在应当要认真的听，洗耳恭听了、啊。嗯、啊，当为汝说，这是佛答应的话，我应当会。啊，受您的请求而好好的说明这个道理。那么佛已经答应了，阿难一大众呢、啊、唯然奉教，大家都很欢喜啊，希望能够听到佛的后文的教诲。接下去就是力说持戒诵咒，啊，经过很长的文字表达出怎么样的持戒，就是四种清净明慧。怎么样是诵咒持咒，就在第七卷，第七卷讲坛仪，讲这个咒啊、嗯，重说咒，那是第七卷的啊、嗯。那么因此分成两段，先自下第一，戒持心戒；第二，宣说顶咒。说咒是在第七卷就后边啊、嗯，现在这里是第六卷的啊、末段，戒。警戒啊，告诉学佛的人要持戒。这个持戒不但是持身口的戒而已呀、啊、要从心发起真正持戒，不是单身口不做，而连心都要使他清净，这才算是真正持戒啊。那么戒持心戒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提续三无漏学，第二力说四决定戒。
太虚大师的科判本来都是很简单的，到这里特别详细起来了，这是表示实践的重要。嗯，提示详说详示详细也是叙述这个三不漏学啊，三不漏学就是戒定慧啊。那么经文里面佛就对阿难说的这个话啊，佛告阿难，你常闻我毗那耶中先说修行三决定一，所谓色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证明为三不漏学啊。这是佛先总的啊。你问要到了末法时代该怎么持戒吗？现在要一一细说啊。那么要说这些道理，所以要先说明这个三不漏学的根本啊。佛对阿难说，你不是常常听我在啊律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啊，说到这个三决定义吗？毗那耶心意，旧意叫做毗尼啊，旧意毗尼，新意毗那耶啊。翻成中国话，它有许多意义的翻译，主要就是律，戒律的律啊，就是律藏里面宣示应当要怎么样子来持戒啊。这个到了末法时代要持戒啊，很重要的啊。所以呀、啊、我们这个末法众生比起佛在世的时候的阿难，我们相差很多啊，不能跟当时的阿难的因缘来相比了。第一啊，在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已经证到出国了，他是欲肉顺流，是出国。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都是凡夫啊，除掉圣人视线之外，剩下的都是凡夫，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是凡夫。那么比起阿难来，他已经证出国，我们还是个凡夫，所以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好好的学习。第二呢，阿难他已经能够持戒清净，他的四不坏性就是已经把戒持的清净。我们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说要持戒持到清净啊，难乎其难啊，连初相有的时候也没有啊，未必能够持好。所以这就是不如阿难在佛世的时候的修持了。第三呢、啊、阿难是多闻呢、啊、他多闻第一，他闻法过而不忘，我们呢寡学，没有学到什么，就是说你看过经，懂了一些佛经，分量很少啊，寡就少，很少啊、嗯，所以比起阿难在佛世的时候，我们相差很远，需要好好的学习。第四啊，阿难亲自依佛做佛事者啊，听到佛说法，而且他已经体悟到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我们呐、啊、茫茫渺渺，根本不知归啊，所以到了末法时代。离佛入面的时间越远，烦恼就越重啊，事情就越多，真正修行的机会就越少，就不能跟阿难比了。这是第四啊。第五啊，阿难在佛在世的时候同住的都是圣贤僧，都是大修行人啊，多数都是阿罗汉，比丘众中差不多都是阿罗汉，最起码也是出国以上，他们是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善知识就很难求啊，而且邪识很多，假如一不小心呢、啊、就掉落在这个邪识的范围里面，自己还不知道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比起阿难在佛世的时候相差很远了，因为相差很远，更重要要讲究这个戒法啊，所以后边坚定说明这个四种清净明慧的重要性啊，所以太虚大师也特别细分科
表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你纵然懂得前面的道理，在你下功夫修行的时候，如果没有从根本戒持好啊，其他的都啊不能成就的。所以佛对阿难说，你不是常常听我在律部里面呢、啊、讲戒律的时候我就宣说修行有三决定义吗？佛在戒律里面经常说到修行要具备这三种决定的意义啊。所谓哪三种呢？摄性为戒，第一因戒生定，第二因定发慧，第三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这就叫做三种无漏之学。一戒定慧修行啊，能够消除诸漏，能够断除烦恼。漏比方烦恼，无漏就是烦恼断定。持戒修定开发智慧，才能把烦恼断定。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我们要努力的进修啊，修持这个戒定慧。假如没有戒定慧三不漏学啊，那就没有办法求证无上菩提啊。尤其应当要知道，定一定是靠戒而生，没有戒定发不出来啊。那么般若智慧必定是靠定而发，如果没有禅定，般若智慧发不出来。那么没有慧就没有力量断烦恼，纵然得定啊，也还在三界之中啊。那么如果连定都没有的话，那就更是困难了。持戒是为求定的根本，如果不持戒啊，不会有定啊。所以摄性为戒啊，这个为字把它看作由字，摄性由戒，由持戒才能够收摄这个身心啊。假如要保持这个道心呢、啊、要靠持戒。学佛的人如果不持戒，道心就不会坚固，很容易流失。所以摄心是由戒而摄，所以摄心为戒的为看作由字，由持而摄心啊。那么因戒生定啊，戒完成了，就好像要开发这个禅定的般若智慧了，都由此而生。所以佛一教经说，一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即灭苦智慧。按照佛一教经说，定慧都是由戒生，以戒为主。所以大智度论说，三重罗锅啊，以戒为基。好像三重的罗锅假如不持戒，就是没有基础没有做好，那么这个楼房建在沙滩上很容易倒下来啊。所以因戒能够生定心能够收摄的话，动乱就少，慢慢聚于极静，那么渐渐呢、啊、就是会有定会发生。有了定了好像风已经止息了，波浪就不会升起来。所以呀、啊、经里面说，思罗不清净啊，三脉不现前。求定吗？你想要求定，念佛也是一样啊，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假如思罗就是戒，戒没有持清净啊，三脉不会现前。三脉就是定啊，持戒没有把戒持清净，想要这三脉那是不可能啊。因定发慧由心定到极点所谓极照含虚空好像水成山的水一样，就会引现一切发光所以经里面说，无碍清净慧啊，皆由禅定生清净的般若智慧
要由禅定而生，没有禅定就不会有戒定慧。那么因此啊，戒定慧就是三无漏学，这是佛法的标准。不管经论有多少，里面说的道理总不出这三个字啊。所以简单说，总合起来说，整个佛法就是戒定慧啊，除开戒定慧没有佛法，佛法就在戒定慧中，以戒定慧三无漏学包含一些佛法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真正要开发智慧要有定，真正要成就三昧之定必定要有戒啊。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明要这个修持这个四种根本戒，把根本戒持好，才有办法把这个戒呀、慢慢往上提升那么这是提续三无漏学啊，这、就是、不到两行字。第二，立说是决定戒，其他细的暂时不说，因为这里是讲的定门，定门的基础是戒，所以只是说这个根本戒的四条这四种决定要持好，所以叫做四种清净明慧啊，就是三道阎王这四种根本戒必定要持好，才能够开发这个定功啊。那么立说是决定戒分两段，第一总真，先总以真问发起，然后别说就是把四条戒一条一条的叙述。阿难，云何设心我名为戒？这是总真，总以真问。我前面说过，能够设心叫做持戒啊，要怎么样子收摄自己的心啊，这样子才叫做戒。可见不是单修受这个身体啊，所以前面二十五圆通里面哈，六师的就尤伯里的身师啊，说先摄身啊，身不犯了，然后摄心啊，这不是单摄身而已，要从心下功夫。看后边四种清净明慧的文字就可以知道，处处讲究摄心，从心地下功夫，心不违犯戒，才能够把戒持好啊。所以怎么叫做摄心我名为戒，这个道理先总问一下，以后然后再别说分别说明啊。归置下第二别说分四段，就是四种清净明慧，就是根本四戒就是这里的排法跟普通一般的排法不大一样啊。在一般的戒法啊，如果是声闻戒，第一条是淫戒；如果是菩萨戒，第一条是杀生戒啊。菩萨以大悲心为本，如果伤害众生，那怎么叫做菩萨呀啊。所以因此啊，经常有人问到我去受在家菩萨戒啊，但是我的他的家庭工作免不了还要去煮荤菜切肉，不晓得能不能做啊。经常会有人问到这个话啊，应当要知道啊，不吃肉才叫做是行菩萨道啊。最起码连不吃肉这条都做不到，那就不是菩萨呀，吃肉是罗刹。如果吃肉啊，那叫做罗刹啊。现在传戒传的变成了就菩萨罗刹分不清楚了啊。那教人说你切肉没关系，把它当豆腐切，这很好笑的事情。切肉没有关系啊，把它当做豆腐切啊，那你为什么不把沙头当做饭吃？假如你能够把沙头当饭吃，那可以；假如不能的话，你看到沙头还是沙头吃不下去，那就不能把肉当豆腐切啊。你能把肉当豆腐吃啊啊，这是都是笑话啊。末法时代啊，什么怪现象都有，就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个邪思不是外道哎，这是穿着袈裟的，知道吗？
这些解释很多都是穿着袈裟的，啊，那穿着袈裟的戒师他还会搞的这一套，真是笑话。等到后面讲三戒再说。所以呀、啊，我们应当要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是，这四种根本戒最起码要做好。那么这里的排法不一样啊，第一是淫戒，好像跟声闻法相同，啊，这里不是跟声闻法的相同不相同来比较，来说明，这里先把这个淫戒排在前面呢，有多种因缘。第一，这部经的发起因缘就是从这个淫戒而起，啊，就是因为欧南遭受到摩登伽女的磨难，啊，有这个因缘发起，所以他在四根本戒里面第一条就排淫戒，跟本经的根本目标啊一致的，第二，这部经是专重修禅定，修禅定如果不能断欲，禅定也不会成就，所以要把这个淫戒摆在第一，第三呢，这是普为初世间三圣圣教而说的，声闻缘觉菩萨要超出世间，要断烦恼了生死，都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这是三十根本，所以要排在第一。第四啊，真正讲究修行的法门，这不就是对出家人说的，这个道理在开头第一次讲楞严经开头的第一天我就说过了，太虚大师就说这是本来应当是属于出家人修行的法门啊，楞严经主要本来是出家人修行的法门，所以他的当机正修的应当是出家众，所以因此之故这里必定要把这个淫戒摆在第一啊，为了要断烦恼了生死，必定要把它摆在第一。如果不把这个根本问题把它这个破除的话，生死是不能了的。所以把这个淫戒摆在第一条。太虚大师的科判跟普通一般有一点点不同啊，普通都是写作淫戒杀戒，戒是在下面。现在这里是说戒淫戒杀，啊，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戒掉，啊，戒是除，啊，把这个功啊这个事情要戒掉，不能做，所以叫做戒字把它排在上面，啊，先讲第一条淫戒，就是戒淫，啊，先把这个经文呢、啊、读一读啊。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话很肯定的啊，一定要这样做。世界上六道众生啊，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六道众生如果这个淫心不除的话，就必定还要跟随这个生死继续流转下去啊，如果其心不淫，这不随其生死相续，翻过来说，淫心不除，生死就会继续相续啊。那么由此可以明白，轮回生死的根本就在这里，假如这个念头除不掉，生死还是流转啊。应当要知道，身不做淫事，那只能呢、啊、在欲界里一样啊，欲界的这个桃李天以下在哪里啊，就是善法也在这个范围，超不出去，超不出欲界的桃李天以下的境界。所以如果要超出欲界到色界天啊，就要断淫心，心就不能有这个念头，心由这个念头就超不出欲界，超不出欲界。所以这个欲界六天当中啊，要升到第三夜摩天就要靠禅定了，要由味道地定，因为它是空虚天，假如你没有味道地定啊，而这个淫心不除，
夜摩天以上的欲界天救五要生就已经困难了，何况到了这个十界天的初禅以上，十界天的初禅以上，那必定要断言心，心不起念，因为由这个心念呢、啊，它还是在欲界里面超不出去，没有办法升到十界天，所以起心不隐呢、啊，这不随其生死相续，要出生时必定要断言心，不断没有办法出生死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嗯，这个就是所谓天定明悔呀、啊。活的佛说的话，这个是一定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佛规定的，而是众生的因果自然如此。这个众生造业的因果轮回生死，他的业力一定是就是这样。假如没有做到这一点，生死一定是出不了。所以你修三昧本处成楼啊。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就是不可能超出。啊，这个道理说不完了、啊，留下次再讲。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佛教慈悲置业与您观音讲堂举办三十信念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8月25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于您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法会，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8月29日星期四至9月1日星期日，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